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一直在期许我们的学员做某种的提升，是不是单向的要你提升而提升？我们要讲的是你在提升过程中，我讲的跟你去证悟的应该要中间是 match，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才变成你的。而这样的一个证悟在你的灵命过程中才算是盖了一个章，对吧？合格，这才有用啊。当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在你不断的落实，然后不断做某种的印证，那不断的提升的时候，那今生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这些点点滴滴，是不是？那在你的灵命的这个成长上，再回首，你会觉得一切是值得的，是不是？而不是说我们就是千篇一律的，让大家就是一项传统的这种宗教的这种系统，并不是这样子。好，我们要呼应，对不对？我说对，你说错，那总有一个不对，对不对？那也不一定是我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讨论，是不是？那根据刚刚我不是说我们有个学员吗？刚刚讲的说要去做什么的时候，对吧？他可能自己很害羞啊，或者不好意思啊，觉得那个可能人家看会怎么看啊什么的，那个可能不是马上说那么阿萨里说 OK， 对不对？那我说这样子，我看这样是对嘛？那你觉得可能还有点想法嘛，对不对？那好家在他跟我们太阳公公还有交流嘛，对不对？太阳公公该出现的时候就告诉他说，刚刚为什么老师要你做的没有做呢？几次以后他知道嘛，对不对？那到底对对不对？他自己知道嘛。那他一旦能够进入到这样的场景，那他证悟了某种的东西之后，对他来讲，他是不是提升？他也提升，对不对？所以我希望的是，未来的我们的这个超级生命码系统在全世界，应该是每一个人天天都有某种的提升，对吧？我们现在这些志工团哈，在做很多的努力，我想大家的心态也都是希望，因为自己在这个系统里面得到了某种的 benefit， 所以也希望能够邀约更多的人一起加入，所以让我们现在的这种好事可以更多人来结缘，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那这个一个、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一亿、十亿、一百亿，全世界多少人？哈？72亿？全世界只有72亿啊？哦，那还好，我以为几百亿，72亿啊？那这个分一分嘛，是不是？那在你看所有的历史小说，所有的这个古时候的这些美名的这些英勇的故事，后来都让人觉得很不错的情节的，大部分都是在当时故事里的一些主角，他们是择善而固执，对不对？然后去做某种的抉择，然后最后就出来的结果让人家可歌可泣，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借由超级生命码系统也做某种的自我定位，然后某种的付出，然后去接引更多全世界可爱的人，那就不是说有空才打打毛线了，懂我意思吧？那是一个很神圣 routine 的工作，你要去把它执行掉，对不对？不管是在你在哪一个这个窗口，对吧？哪一种特长，你就能够期许自己把很多事情就做到位，然后跟天地间相呼应，
然后只要你愿意，天地间他就会给你更大的这个角色扮演，然后去做出更多需要去把人世间落实的事情去落实。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原先在人世间要考虑的很多的烦恼也好，或者是一些抉择点上的东西，刹那间可能你都不用忙了。这些东西会因为你在某种的付出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天地间的应许啊，然后刹那间它这个整个系统变成天天在帮你运转的。就说你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经验，以前的你在这个一些问题的思维上，可能很多时候到哪里就停住了，想不通了，有没有？现在你可能想不通，可能是两秒钟啪下就有一个灵感来，马上就想通了，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有吧。那这个东西不求自得的，这种你说是智慧也好，是灵感也好，它至少它来的就是那么巧，那么妙，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它就让你很多事情就明朗化，然后很多事情跟以前做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那这些所以的这些转变啊，跟你原先不会想到的这种结果，但事实上在后续的这些发展中，一件一件如实的在你的生命过程中展现的时候，第一个你的反应，你会知道你跟天地间相连接、相回应，对不对？第二个你的想法是，我要继续的在这个上面呢把它做到位呢，然后天地的祝福之中呢再给我更多的能力去做其他更大的一些的这些分忧解劳。你的生命、灵命都会因为在这样子的运转的过程中，它无形中它就开始提升。当然人世间的相，我有说过啊，就说凡俗间啊，就是你平常你的生活周遭，这是凡俗间的相。这一些里面的这个境啊，它中间就很自然而然的，它在帮你 adjust 也好啊，各种的这种安排也好，它就在这样转了。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只是我所谓经常说的修行里面的副产品，它不是主产品。好，但是天地间它的美呢，就是它一旦跟你相回应的时候，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套就出来做某种的运转。而这个运转对人世间来讲，当然鼓励程度颇高，对不对？那只要持续的，好，不是很这个患得患失的，好，或者是好这种起心动念变化很大的，大部分都会更深入的在做其他各种更深的调整，好，所以只要不要把你那个得奖的奖券丢了，他一定后面那个领奖的过程和领奖的这个那个奖金应该会倍增。所以存得越久，领奖数目越大，是不是？不会过期的，不会过期。唯一会过期是什么时候？唯一会过期是你的心变了。我心变就赶快领奖。千万别这么想，因为这种子下去的时候，它可能有一天就会这样子上演，懂我意思吗？就要想说，是永远跟天地相回应，永远就是在这个天地的祝福中成就你今生的生命，以及灵命生生世世的提升中，在今生这一世得到无限的成就的这个实证。好，这是我们希望超级生命密码学员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丰富的收获。